一起去泡澡吧。啊，晚上我还有重要的任务要做。好。这个薰衣草安神浴花会消除疲惫，让神经放松，你要不要试一试？不要。你这个潜水装其实还挺影响泡澡体验。这是我的习惯，我觉得很好。怎么感觉他很怕水的样子？我有些事要处理，得先走了。其他池子我们还没试一试呢，你先在这儿好好泡吧。你是又要去杀做那些非法的事情吗？是去惩治法律不能制裁的坏人。你可以不去吗？过正常的生活。那是组织必须让我完成的事，没有人可以阻止。我们好像来早了，提前享受一下也不错。让开让开。坤哥，您这边请。嗯，主角都来了。坤哥 ，VIP 间都准备好了，您这次要帅哥还是美女？你说呢？明白。这里的人都好疯。既然跟来了，就享受这儿的一切。不过谢谢你愿意当我的舞伴。我也是想要克服自己的心病，试着来人多的场合，还有试着了解你的工作。在这里的你一点都不像那个有敏感症的医生了呢。这个关键时刻可以保护你。舞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欢迎加入危险游戏。帅哥，一会儿一起喝一杯吗？那个家伙又丢下我。喂，走啊走啊。这里人太多了，我得出去缓缓。活捉虎潮帮的二当家坤哥，他身边安插了六个便衣保镖，身上有强电流穿透武器。活捉真棘手，需要尽快与我们的接应人员取得联络。暗号玫瑰。依然克服不了在人群中的感觉，好难受。体系还在等我吧？可是我现在根本没办法和他一起。喂，怎么又偷偷跑掉了？嗯，我好痒，我的病好像又严重了，这样没办法当你的舞伴。宝贝儿，不是你的问题，是我之前喂你吃的药丸起作用了。那个是一会儿就好了，那个药丸可以保护你不被电械武器伤害。好点了吗？嗯。康内神那边态度总是很嚣张。哼，可笑。那就故意不帮忙，让他吃点苦头好了。你好坏啊。我们一起做一个刺激的任务，你要假扮我的身份和其他组织人员碰头。这我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。只要把这朵玫瑰交给接头的人就好，我会提前告诉你是哪个人。坤哥，接到密函，最近一直针对我们的披射杀手就在此处，标记玫瑰。真是个捉鳖的好日子。坤哥，来喝酒嘛。我们的主角很嗨吗？好像有所察觉了，你也让我嗨一下吧。别闹，先跟 P 组织那边接头。在这么嗨的地方还要做任务，拿工资的工作真是难做。零点前的最后一首歌，电音双人舞。至少有八个人，这样的情况必须采取出其不意的办法。还是第一次在人群中跳舞。玫瑰在零点倒数之后给右后方的那对男女，然后回家等我。先行动给我活捉。